最重要的，其实 today 我想我们上次有做过了。today 如果说你要显示现今天的日期的话，只要在什么呢？日取时间函数里面找到 today T 开头的这个，按确定。那不需要传任何的参数，所以是小括弧里面是空的嘛，对不对？按确定，它会自动去抓到什么呢？今天的日期。那如果说你除了日期之外还要时间的话，可以在旁边再做一个练习，就是在插入函数里面找哪一个呢？找一个叫 now。 now 跟 today 最大的差别是 today 是只有日期没有时间，那 now 的话呢，除了日期还有时间，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那我把它拉宽一点点。如果你还要再显示什么日期跟时间，那你可以找到什么呢？按右键就是存个格式里面呢，找到那个有没有除了日期时间，日期时间的这个格式按确定，它就有日期。那如果你上面这个假设你要格式成日期时间的话，当然也可以，可是它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按确定，它永远都是12点钟啊，因为它只取得的是这个日期的部分，那时间没有，所以它会用12点啊当成它的基准日期啊基准时间。那 now 的话呢，就是有日期加时间 ，OK， 所以这两个比较大的差别。那再来的话呢，切到那个 date 函数我们来看一下。所以 date 函数这个地方有个目标，我们希望完成这边的这个范例题。这个范例题有一点难度，怎么说呢？如果这个人的生日，我今天要计算他的年龄，那年龄的话呢，不是只有计算他几岁哦。请各位试试看如果我今天希望它出现的是它是几岁又几个月又几天的话，几岁几个月又几天，而且格式要完全符合这底下的需求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计算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恐怕你就要，当然方法很多啦比如第一个你可能会想到什么 YMD 啦 year month day 的函数，但是year month day 我光计算你要计算到分头转向，所以在 Excel 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函数，这个函数叫做 dative， 这个 dative 几乎可以满足以上的需求。好，那要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来看 dative 函数它到底要怎么使用。如果你知道它怎么使用之后，这个问题应该就可以得到解答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dative 怎么使用。它主要后面会有 YMD YM YD 跟 MD，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上礼拜我们好像有那个安养中心那个范例题不是有计算到那个年龄，对不对？我不是有用到dative， 然后他的生日逗点 today 小括弧逗点后面加一个什么双引号 y， 对不对？那 Y 的话就是取年的意思啦， M 的话就取什么？取月嘛，就是 month 的意思。D 的话呢就是 day， 就是取日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要计算两个日期相差几年就是 Y， 相差几个月就是 M， 相差几天也就是 D。 OK， 所以非常 好记嘛那还有 YM YD 跟 MD， 哇，那比如说你今天你要 YM 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不管年我只管月，月跟日两个相差几个月，就也就是说后面这个日期这两个日期的我不要管它是在哪一年，这两个日期相差我只想知道说这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给我答案 OK， 那就可以用什么？用 MD， 更正一下，用 YM。 那如果我要只要知道这也不管年，我要想要知道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就用什么？用 YD。 对，那如果说呢我今天不管年也不管月，我只想知道这个日期跟这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可以用 MD。 那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如果前面的日期比后面的日期大，那他就会把下后面这个日期当成是下个月的
下一个月的哦，好，下一个月的12号，所以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后面比前面大的话，那后面就把它减掉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来实际上来做个练习，因为这样讲有点抽象，实际上来做就知道了。第一个，游标先放在 D3 给它一个等号，等于什么呢？那 DATIF 不能用插入函数，这上个礼拜讲过啊，因为很奇怪，微软它有这个函数，但是呢它却没有把它放在里面去啊，这个原因的话很奇，我到目前为止还不太确定说到底什么原因。那不过没有关系，可以用输入的方式呢还是可以完成，所以 DATIF 哈，特别重要， DATIF 不要拼错，刮胡后面的话哈，先给它两个日期吧，先给前面的日期。那所谓前面日期就是你可以算一下哪一个日期比较前面哈，特别重要。那我们前面日期就这个逗点之后的话，后面的日期，前面日期，逗点，后面日期，啊，两个相差几年，逗点，给它一个 Y， 这样就好了。OK， 打勾，26年，所以它的这两个日子相差26年。那你怎么知道说哈，哎，这个到底有没有满足？而且我讲过嘛，如果你这边把它改成7的话，8月、7月，当然理论上如果你是用年去计算，一定是26。可是如果你要去看月到底有没有满足的话，那以往如果你只判断年是不精确的。如果你要精确用 DATIF 啊，你按比如说我把这个日期改成7月的，按 Enter 会怎么样？它会变25。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满一年，所以我不能够帮你算一年了。不是说啊，你今天只要年到了就算了，不是，一定要满。OK。那第二个是啊，底下的话我想用填满的方式来做啊。为什么？因为填满之后，请你把后面的参数改一下就好了，有没有？改成 M， 这个是本来 Y 嘛，哈，填满之后，那把它改成 M， 打勾之后会怎么样呢？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那以前你要算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哇，你也是很头痛的，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还很容易算错。这个时候如果 DATIF 的话，按打勾就搞定了，313，啊一样嘛，哈。如果说你今天呢，这个也会看日。如果你今天呢把它输入15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它会刚好又满一个月了，所以313会变成314，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会去看你的月份，月之后的那个日期有没有满足。OK， 好，所以这个函数其实还蛮厉害的哈。目前大概除了这个函数之外，没有，应该没有更好的一个函数哈，可以做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帮你算出来哈。OK， 那这里的话相差几天呢？这部分的话直接打个 D 就可以了， Enter 一下，它就帮我们算出哈，两个日期相差几天。OK， 两个日期相差几天。OK， 那其实两个日期相差几天呢？如果你不用 DATIF 哈，应该可以用什么？用减的。比如说假如我不用这个方法，我试试看啊。如果用什么？这个减这个，打勾。也可以剪出来，好，95，哎，可是剪出来一不一样，954。那如果用这个呢，打勾，也是954 ，OK。那你想说，哎，老师，那为什么你知道说这个地方可以用剪的呢？实际上哦，跟各位讲一下，我把这两个日期先复制一下，贴到这边来，但是用选择性贴上，只有什么？只有值好了。贴上去哦，这个是日期格式，对，把它贴上只有值，按确定。各位有没有发现？哎，贴上去只有值之后的话，非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它里面有一个密码，哈、哦，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哈、哦，你选择性贴上之后，它是一个数字。哎，那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其实哈，日期在 Excel 里面，它就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数字。那根据 Excel 的官方说法，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这个日期，啊，跟1900年的1月1号，1900年的1月1号哦，而且它是1900年，为什么是1900年？我不知道，它就是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呢，前面的日期1980的8月15嘛，跟1900年的1月1号相差几天呢？相差29448天。那后面的日期呢，跟1900年1月1号相差39042天。哎，那你如果说想要知道他们相差两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那不就把前面减后面，不就知道答案了？ 剪完之后，但是要是用数字显示哦，你不能剪完之后用日期格式显示。如果日期格式显示的话，就不会显示正确的，特别重要哈。这个观念我想各位要了解哈。OK， 好，第一个就是上面的这三个哈的使用方法。那后面这三个其实也是大同小异哈。那我想各位先试着把上面这三个先完整，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后面三个和这个怎么做出来的。那各位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利用上面的这些。 Dative 的这个参数，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做出来？好、哦，看似很复杂了哈、哦，不过你懂得诀窍，很多东西就变简单了。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